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696期的节目，先记录一下我的人生小小的一段记录。今天是2023年的9月3号，迎接了一个台湾已经四年没有台风直扑而来，照理说今天晚上应该会风雨交加，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现在还是很宁静啊，比预期的还要来得晚，可能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啊。现在外面的话呢，静悄悄的跟什么一样啊。那就利用这个晚上的话呢，我也刚处理完我一些修图的工作，来给大家玩个玩具。前一阵子的话呢，给大家分享了 Ultra Magus， 围城系列的那一款模具啊。因为一个心慌的关系呢，我有把那个模具拿出来玩了一下。那赫然想起呢，我还有一个镜像的 Ultra Magus 没有给大家做分享啊。那镜像的这个模具的话呢，是属于这个是地球崛起 Earthrise 的一个模具，所以它是一个地球的货车的形象，就没有像那个 Wolf Cybertron 没有那个外星载具那么样的一个酷炫哦，是比较接近于真实的一个卡车的状态。那一眼也能够看出来，镜像配色呢，可以说是一整个非常戴亚克隆的配色。那它多了几样东西，首先最明显的是它的这一副宝剑，这副宝剑的话呢插在后面，我没有办法把它插到底，因为我太大了，不好意思，这个真的捅下去的话一定会裂开的，尽管它有钢铁一般的一个涂装，但它毕竟还是塑胶而已，是绝对没有办法承受我的冲击的。那因为插得很浅，我可以轻松的拔出来，这个如果真的整根捅进去的话一定会裂开的啊。那这个武器是这个雷射科博文的武器嘛，各位应该有印象，它本身还可以做一个分开的啊。而且呢，你还看到它上面还有一个领导模块，这个领导模块就是安插在武器上，我不知道装上去之后的话呢，这把剑会不会觉醒啊，觉醒之后它会跟我讲话嘛，对吧。那这个武器绝对是有加分的，那就是说武器的安插这个公差算得不是很好，这一款玩具所有的凸跟凹的组合结合通通都是非常的紧，通通都是对不起我太大你要忍耐一下，甚至根本就不能忍耐的状态，不只是出现在凸跟凹，连 C 型扣呢通通都是表现是非常非常的让人家恼火的。像这个地方，这里这是一个蓝色的一个 C 型扣，蓝色不是 C 型扣，它是蓝色里面有一个凸，然后红色的是这个样子，蓝色的是这样要卡进来的，通通都没有办法卡到定位，甚至我要稍微去削一下红色的这个洞，不然蓝色的凸根本进不来。阿凡达就是印第安人没有办法承受阿凡达，就是这样子。那其他像这个就更离谱了，这个黑色的就更厉害了，黑色的凸就更厉害了，原本的这个白色的凸，对不对，白人对阿凡达是刚刚好的，但是黑人对阿凡达就肯定阿凡达就要受伤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黑色的部件其实它是蓝色的塑胶涂了一层黑色的漆，所以它就变得更加的粗大啊！我这一期到底能不能顺利播出我都已经觉得是个问号了。那就从一把武器啊，我们可以多扯这些有的没有的，但毕竟这个模具已经大家讲到烂了，我们就归扯淡一些其他的嘛。那除了这个武器，这个武器其实是多了一个剑、一个斧头、一个领导模块啊，所以多了很多，另外还有多了一颗头雕啊，还有一颗头雕的话呢，是我先给各位看一下说明书里头有讲的，它其实还有一颗这个跟原本模具的头雕差不多是一样造型，只是换个配色的。那个头雕在哪里呢？我把它收到了这里面啊，对，我为了让所有的零件都能够搭载上去，我先把它收到内部去了啊，所以它多了配件，就是一个可以替换的头雕，还有这个武器。那它的轮胎的滚动性略逊于这一款啊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它里头就是一些卡扣扣上去的时候，我觉得都有点要硬扣，我觉得它有点歪歪啊，包括这个这些部件，反正你扣也不好扣，拔出来的时候也真的就是不好拔就是了。但是就你换个角度想吧，总是过紧总是比偏松要来得好，那两者的配色哪个好看，这个端看你个人的审美。以我来看呢，这一款镜像配色，这个整个戴亚克隆的一个配色的话呢，是比较工业化吧，我觉得这种车辆应该是比较容易在街上看到啊，这毕竟纯白的话是比较容易去弄脏的。那这个
这个导弹的话呢，你要扣前面还是扣在后面，就是看你个人的喜好。那后方这个部分也是一样的啊，这个地方是不可能去修正啊，就是这个地方，人物的脚掌它是一个变成一个斜斜的一个角度的，那后方这个地方也是无法打开。那我们就来给大家示范啊，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好了啊，货柜跟卡车解开是这里各有凸跟凹的结合，从这个地方打开啊，这一款的话就一整个都非常的紧，打开，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啊，从这个地方掀开，这里一样把它给掀开啊，这个掀开的话我都觉得很心痛啊。然后这个货柜的话我们暂时拿到一旁去，那这个部件的话从这里它是一个 C 型扣，这样扣我们将它拿下来。那腿的话呢，先把两腿打开，两侧都打开，它这里有两个黑色的小凸啊，扣进腿内侧，我们先把它给松开来，放下来，脚后跟给打开来。然后呢，这个手胳膊从这里翻出来，这里翻出去啊，然后呢，将它的一个身体的话呢，这个我记得是要往后面推是吧？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，对，整个先往后转，然后呢，这个整个背包往上面推上来，然后呢，再把这个先把这个头给翻出来好了，会不会影响？我不太记得了，推出来。扣回去，然后最后把这个身体往后面推下去。然后这个部件的话呢，其实我一直记不住啊，就是它的这个腰部这个到底哪一个是这个是大合体的时候在外面，我不晓得啊，看起来像是这个消光的感觉，应该是跟它是有搭的。然后这个胳膊啊，这里扣上，这个变形是很简单的，掰起来是玩起来是绝对是很疗愈的啊。然后呢，好像有此一说，说这个这个是不是这个 Ultra Mega， 这是能量金科波纹啊，是吗？我在我看起来头雕不是都差不多吗？那武器的话呢，红色的大枪我们把它给握持上啊，如果说你这个武器还想拿上去也是可以的，但是这个还是一句话，这个插到这里已经是极限了，再往下插的话就是插不进去了啊。好，那我们的话呢也来对比一下这个。其实这两个的头雕确实是应该是到底有没有一样啊，这个反正看上去的话白色这个是整个是胖了一圈，整个是对，就是体型来讲比较胖。然后黑色这个一整个显得瘦，而且是黄色的眼睛。然后这个配色来说，我必须要说这个蓝色的这一款就看上去就是更加的结实一点啊。白色这个也不难看啊，但是以这两者的配色，你要我来说的话，我真的比较喜欢这一款。然后头雕啊什么的，这个配色来说都比白色那一款要来的优秀啊。然后各个关节啊都是非常的紧实的，膝盖啊，这个脚后跟什么的，整体的表现来说，我认为吧，以这个形态来说啊，是各方面的来胜出原色的这个版本，特别是这个头啊。我没有把它变形出来，这里我完全没有办法想象说它变出来的头啊，居然是黑色的，而且杀气还这么重啊。那我们呢来示范一下啊，这一款这个镜像的 Ultra Magus 它的一个最后跟货柜大合体的一个变形过程。这个腰带的部分呢，这个真的都很紧啊，我们把它给撬开一下啊，这个把这个头啊先给缩进去，这个头啊放进去，再来的话这个部件应该是准备反转过来，如果变错的话就变错吧啊。然后它的这个部件的话呢，我是觉得有点妙啊，这地方你先把它往前面推出去，这一款就各方面都是很紧，各方面很紧，推出去，然后这个部件往下面放下来，再把它往后面推过来。好，先到这里，然后脚后跟收进去。我为什么我要把这个东西重复再变一次呢？因为我想跟各位聊一下天啊，因为这一集的节目从我一开始这种各种闲聊啊，各位应该就知道啊，这一期是我是一个心情放松的状态啊。这里下方这里由下往上这里错开来，两侧打开，然后胳膊的话呢，手臂的护甲本来是藏在这里内部的，
然后呢，再来是这两个蓝色的，这个地方啊，扣进去这里啊，扣得非常的紧，卡的时候非常紧，你真的稍微要让错位，扭一下才能够把它扭出来。好，可以看到吗？这个蓝色的这个土，它是直接要卡进去这里头。我这个已经有还稍微把它扣一点孔了，但是它还是卡得很紧。好，两侧都打开了，然后呢，这个腿部两侧打开，中间这里，然后这个人头都掉出来了啊。好，那这个拼凑过程的话，各位就看我一边拼一边聊天哈。我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啊，我的那个 B 站的这个流量分红呢，目前的话呢是领不出来的一个状态。那为什么领不出来呢？因为我对口的那个银行的账户，就是我之前在大陆工作的时候呢，我有开了一个银行的一个账户。那这个账户的话呢，是我拿来对在 B 站的话呢，我要把这个钱啊，就是 B 站的流量分红啊，我要从我必须把它转到我的这个大陆的这个银行账号，我才能够去做使用。但是我那个账号的话呢，现在被锁了，已经没有办法使用。我估计是因为我从2009年离开这个大陆之后啊，我就一直没有再过去。然后我的台，有人说是不是我台胞证都过期了没有换啊？确实，因为我台胞证已经很久没有过去嘛，那过期的话我也没有想说要去换，因为一直都没有想说可能会再到大陆走走啊之类的。但是呢，以现阶段的情况呢，我可能我有必要吧，我觉得我应该会跑一趟大陆呢，我必须把我的这个账户呢重新把它给，但是我不知道应该称呼它为激活呢，还是说怎么样？不然的话呢，我的这个 B 站上面的流量的分红的话呢，我是完全就是领不到啊。那领不到的话，就是每个月会损失掉一点点的一个金钱，虽然没有很多，但是确实也是，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笔买玩具的资金啊。这个地方扣进去的时候呢，这个灰色的这个洞啊要扣进蓝色这个凸啊，它这样一来的话呢，可以帮助我们把这个部件的话呢扣得更稳固一点，推进来一点。好好，这样卡进去了啊，刚刚就是一边聊天一边做事啊，所以没有弄得很好。好 anyway 啊，总而言之就是说呢，我会安排有一天呢可能要跑一趟到大陆去，对，就是把我的账户弄回来，或者是说因为重新办一个，可能现在的规范可能比较严格一点点。那这个我还是要讲一下，这个黑色的凸啊，这个黑人对印第安人就是很，这个黑人就是很厉害啊，这个扣的话就是很紧，我记得是，哎，就是反正扣要很小心啊，因为这个红色我觉得如果有白痕也是算比较明显的。那你飞弹两边可以交换啊，看你个人的喜欢了、这样的我是喜欢把它扣上来一点点。好的，好吧，就主要给各位提一下。那我可能会锁定说，比方说如果说大陆有什么比较大型的漫展，比方说广州的萤火虫动漫啊，这种离我可能比较近的，如果说有机会的话，可能我就跑一趟，就顺便去个漫展，然后顺便去把我的这个户头的问题给处理掉啊。所以如果我确定要过去的话呢，我会给大家呢好再做个通知。好的，那我们的这个已经组合完成了啊，也很好看，特别是我当时是被他这个头雕给吸引了，非常邪恶的头雕，而且他这个眼珠子是金属蓝的一个涂装，非常的好看啊，这个有好像是什么邪恶的魔神一样的感觉。那他一样啊，还是这个就是刚刚我藏在车子里头的、一样是有一个跟原本的头雕是只是换了一点点颜色，那墨镜的话也变成了红色啊，这一整个戴尔克隆化了啊。那你要替换的话就直接把头拔掉就可以，但是很紧啊，这个头拔掉很紧，扣进去也很紧，我记得我就不想试了，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个玩具的各种紧，各种的紧啊。然后这个武器我们呢一样把它给扣上去，但是我还是那么一句话啊，不要握得太深了 这个已经整根捅进去了也。好了，后方给各位看一下， OK， 一样是个胖胖的家伙啊，胖胖小伙。然后这个头呢，在这个状态下我找不到比较好的地方可以收了，然后就只能
另外放了，但是我个人认为吧，我应该是不会把它换上那颗头啊，因为如果您这两个要放在一起的话，那长相头雕不一样是绝对是最好的了啊。那就简单的统整一下，这款玩具呢多加了一把武器，一块领导模块，然后替换头雕多了一个，整体所有的这个插拔的这个孔洞都是偏紧的手感。那至于它本身的关节，我觉得也比较紧，不知道是因为它是新的玩具还是怎么样，反正我觉得各方面来说都比这一款的话，你看这已经是这样子了，这个的话呢你看 OK， 也就很明显的一个不同了啊，各方面都是比较偏紧的。OK， 就如果说这两个模具你真的二选一，就可能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一款啊。我不知道我刚刚讲的是推荐哪一款， anyway， 反正我觉得如果你是单纯以这个模具来说，我是觉得银河科博文可能是最好的，或者你选这个围城的Ultramagus 也是不错。那如果说你要选地出的模具的话，这两者我还是就是可能真的是蛮难抉择的啊，因为这款有原色的一个魅力的加持啊，但这一款的头雕还有多大的配件，然后又有一个强烈的戴尔克隆的配色，甚至你可以说它的内部的主体是一个能量晶科博文，它可以说是素材也是比较丰富的一款啊，那我自己比蛮喜欢的啦。那就利用这一集给各位做一个分享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